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相信。03366鼎业投顾。花莲小丽4岁时癫痫发作成植物人，年近80岁的外公外婆每月从花莲部落到罗东探视。18年来，体力负担日渐沉重。创世正筹建第18家清寒植物人安养院花莲分院，我是曾婉婷，邀您支持创世花莲分院筹建计划，一起让爱回来。